那我们今天要点亮东方明珠的灯。涛哥，你发现没有？当你越骑越快的时候，周围的灯带就开始点亮了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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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色的灯带。涛哥加油！来了，来了！啊，同志们，同学们，我们要给自己加个油。加油！加油！再加油！我们要继续，因为我们要让东方明珠在我们眼前亮起来。有了吗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呜呜！来，我们准备。超哥，超哥，篮球不是白打的。超哥身体好着呢，重要是非常激动，因为能感觉到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一起。这个城市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。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通知了自己家里人看我们的直播，就像等等和小花一样，也在家里面看着爸爸什么时候能把东方明珠的光芒带到我们身边。累吗？好，加油加油！来，现场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来，我们一起加油加油！在闪烁，但是我特别期待我们能够让它整个的点亮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超哥，这是属于城市之光的颜色，也是给你的橙色吗？对，橙色，最阳光最亮的颜色。来，发现没有，东方明珠被我们点亮成最亮最美好的橙色。看到没有，我们的城市之光在东方明珠的球体上显示出来了。恭喜我们所有的人，你们的努力让我们今天这一次点亮仪式非常的圆满，给自己最大的掌声鼓励一下。超哥，超哥，来，我们留下这个时刻哈，幺二。